外人就是靠不住，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们自己。弟兄们，一定要守住青历山，跟我冲！是。李苍石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老爷子，走走走，给我抓去！ 他配死了，我也不打算离开这里了。老爷子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我要与七里山共存亡。您别这么说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弟兄们掩护您。 李苍石来见我，我们找你来指挥我。年轻人，你回头看看，那是谁？ 体会一下失去儿女的痛苦。你待在这儿不许动，其他人退出。别开枪，干爹！干爹，真的不准炸这个红军，真的不炸了，别再开枪了。 事到如今，炸与不炸有什么区别？七里山没了，我的阿佩也没了。现在你也看到我终于穷途末路了，你高兴了是吧？
17岁，我在这七里山落草做了香。当时我大老大就对我说，入了这行，打家劫舍，杀人不眨眼，风光的时候要记住，出来混，早晚是要还。天理昭昭啊，今天我的账算是还了，现在该算算你的账了。苍石啊，你既然来了，就陪我走完这一程。现在打了4发了，还有最后1发，你看着办。装置，没想到今天能够用得上，你们谁都跑不了，都得给七里山陪葬。大头，带人看着他，你跑不了。见到队了，跟我走。你们发现的太晚了，来不及了，谁也别想活，结束了。全结束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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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现在位置怎么办？我想这和地雷的原理差不多吧。地雷是用机针打起火冒爆炸的，只不过它多了一个定时器。先拆定时器。现在很多新型炸弹，这个定时器都是摆设，即便是不工作，它也会爆炸的。我们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一分半钟要做两件事情：一，拆除定时器；二，检测火药线。 我拆定时器，来，小队员，我来，小心点啊！呀，定时器还走呢。 今天就是末日，我死了，女儿你没了，儿子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扯平了。苍石，还有一分钟，我们就一起上路。我们父子之间还有没扯完的，到了阴间，接着说。
这次七里山的任务咱们完成的非常漂亮，指挥部决定啊，给咱们尖刀队记集体二等功一次，不错嘛！哎，那坏消息呢？哎呀，二哥啊，你坐下听我说行不行？哟。 累了吧？还行。这押运军用物资啊，它本身就是危险和辛苦的活。哎，你看看，走的都是偏远山路。我听说啊，这条路可不太好，最近还闹起了土匪。运输军用物资本来就是军需股的事儿，你就别再说了。 武器三高地的消息，就是共冲了上去，你们几乎全军覆没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心里特别难过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哎呀，跟死了差不多。武器三高地失守之后啊，我负了重伤，当了俘虏，在共军的俘虏营待了好几个月，伤好了，我就带着老三和一些。 不愿意跟共军卖命的兄弟们逃了出来，就逃到这儿。他这儿啊，缺衣少食的，我们就干起了劫道的老本行。没想到在这儿，我碰见你了。<笑>哎，你说这条道上根本就没什么人，你跟谁劫道去啊？嗨。 不想要的地方。
正好被人家收拾了，哎呀，好些天就没开张了。你看看，你看兄弟们啊，都成什么样了？好不容易看见了一辆军卡，兄弟们在想啊，可宰都飞扬了，没想到是你呀！哎，你跟我回去吧。回去？去哪儿啊？回西安啊。 现在的新二十八师就在景安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原先的站二十八师和新七十五师合并了，叫新二十八师。师长呢，就是我父亲，副师长就是张达龙。父亲一直特别想念你，他要知道你没有死的话，一定特别想让你回去。老旅长，你可是我的老上司了，啊，你现在又当上了敌工部的部长。 策反工作嘛，你手底下有那么多能人，你干嘛非得让我去呢？你是龚家让的老部下，你们私人的关系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据我们了解啊，你还曾经在鬼子的枪口下救过他的命，对吧？组织上正是考虑到你和龚家父女的关系很亲密，才派你去策反新二十八师的。再怎么说，龚家让也是我的老上级了。 哎呀，他人不坏啊，搞小动作，策反他的部队，我总觉得心里有点别扭。那些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，将会有一个什么悲惨的下场？我想，你应该知道，策反龚典让，策反新二十八师站到我们这边，也是给他们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啊。我明白了，龚元冲。 保证完成策反新二十八师的任务。哎呀，我落魄成这个样子，没有脸面再见师座呀！你以前也是土匪出身啊。 对了，我大哥现在怎么样？你说张克俊啊？他很好啊，不过现在已经不在新二十八师了。啊？前些日子啊，我父亲去南京述职，正好遇到西北王胡宗南。你也知道的，胡伯父啊和我爸是黄埔的同期，交情很好。当时呢，张才谋也在父亲的身边。胡伯父见了张才谋以后啊，觉得他是个军事人才，就把他给留下来了。我真可惜啊，不知道我们三兄弟。 什么时候才能再相逢啊？严冲，今天是新二十八师成立大会，你说这么巧，我就在这碰到你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？重新让我们再相逢。严冲，让我一下来。来，跟我去。严冲，看我一下来。来，跟我去。哎呦！哎，副秘书，这些东西都交给你了，我带他一起有父亲，走吧。哎，兄弟，歇会。懂不懂危险？我是军官，你是兵。歇会。新二十八师。
能够这么快的组建成功，还仰仗崔督导在上峰面前的努力啊。报告师长，张军长从军部来电话，说有要事找您。嗯，知道了。大龙啊，你陪崔督导先到酒店，我随后到。嗯，好，崔督导，请。向长官开枪，啊！不错，这种人公然向你开枪，就应该就地正法，千万不要给他留情，把他绑起来，哎，带着！我老严就是你的部下，要杀要剐，我没半句怨言。
可在公检上，他自己的队伍打没了，跑到咱们地盘来作威作福，他就是下山来摘桃子的。师铎，你可不能糊涂啊你啊！闭嘴！自从咱们新二十八师成立以来，很多官兵就在背后里牢骚满腹，说了很多不利于团结的话。我现在告诉你们啊，谁要是再敢在背后说三道四，别怪我张大龙不给面子，不讲情面。师铎，这个人生性不好，现在我就把他带回去就地正法。来啊，押人走。走，师铎，走。赵夫人，他也是一时冲动，幸好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。不过，对长官开枪应该罪加一等，关半个月禁闭，以观后效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押人去。走，哎，走，不许动。哎，你可不能糊涂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师长，只要您说句话，我马上带人去把那姓严的小子给毙了。郑良啊，你是我的老部下了，应该知道我的脾气，做事要顾大局。他们可以不仁，我们不可以不义。两师合并，有一些人心存不满，有一些心病，在所难免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啊。师长，你这么厚道，但是我怕别人想的是得寸进尺。哎，董学医，我父亲的伤严重吗？小姐放心，子弹只是擦伤了表皮，并无大碍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啊。爸，疼吗？这个严兵，他太不像话了！他竟然公然向他的上峰开枪，还要置你死地。爸，你就把他关起来呀！你应该毙了他，杀一儆百。现在二十八师里边，对我心存不满的人有很多。就算我杀了一个严兵，也很难收复所有人的心。我现在要做的不是杀人，是要收复人心，赢得官兵的拥戴。这里边的事情该怎么做，我心里有数。师座，幸亏严冲来得及时，否则这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严冲啊，你来的真是时候。严冲啊，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学长，多日不见，您瘦多了。操心的事儿太多了。暂编二十八师在陈光坊一战，几乎全师覆没。战败以后，我心灰意冷。原本去南京，我是准备向国防部请辞的，我想隐退山林，再不闻军事战事。可是不偏重要，把一个整编师交给了我。新二十八师的大多数军官是不是来自于原来的七十五师啊？师座，我看他们对您并不太服气嘛。何止是不太服气嘛，那简直就是满怀敌意。要不今天严斌能那样的放肆，对着师座掏枪就打？军队之中原本就派系众多，对老上司忠诚，对新上司不满。
何战武回来了吗？啊，来了，一直跟我在一块儿。好，我任命你，何战武两人为我的贴身侍卫官。是。听到了吗，严冲？你以后呀，要日夜保护父亲的安全。没问题。今天如果我在场，师长就不能挨这一枪啊！ 真跟你较起真来，你这条小命就没了。不是，师座，这公检让我是这么难堪，分明就是跟您过不去。您干嘛是这么人前人后这么维护他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哎，公检让他的藏二十八师虽然打没了，可是上级对他仍然是称赞有加。为什么？ 就因为他跟西北王胡宗南的私交很好，你们胡宗南替他在老头子面前说句话，他龚建让迟早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。可我们七师五师就不一样了呀，我们原本是桂系，上头就不太重视。这次要不是我打着龚建让的旗号和新二十八师整编，我们七师五师不定被编到什么鬼地方去。 这次跟新二十八师整编以后，我们就是嫡系了，那就是老头子的人。你看看，美式装备也给加上了，以后什么恶账啊、狠账啊，还用得着咱们去当炮灰？哎，我这一片苦心是不言自明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非逼着我捅破窗户纸说亮话。哎，不要指挥打仗，这官场上的事儿。 动动脑子。哎呀，还是师座分析问题分析的透彻。行了，千算万算，少算了你们这一批长着猪脑子的部下。你莽撞的这一枪，差点打乱了我全盘计划。你先在那儿待上几天，等风声过去了，我带着你上信公子那儿去求个人情。 这个信公大也是老狐狸了，我出面，这个面子应该给，他一定会做个顺水人情，啊！记着，以后遇事多动动脑子，没我的指示，不要贸然行事。严彬明白。